第五题一样，我们先从等角线来看，这些都是等角线，同学一定要特别注意一下，等角线。所以我们从上视图来看，所以这边是两格嘛，对不对？好，延伸上来这边是一格，所以这里是一个方形，四方形，对不对？再来看这一个是三格，所以到三格，这边也是三格。所以同学在看等角，看这个等角图的时候，先从等角线来看，所以这边延伸过来是两格，三格嘛，所以这样子，这边是一格斜到这边，所以这个是切掉一个角，这边也是切掉一个角，所以这边延伸下来，这里有一条等角线，所以它这边也是切掉一个角，所以这个看起来像直线哦，实际上它不是直线哦，所以你就去注意看，这里有两格，这边延伸到这边是一格，所以这个实际上它是斜线哦，只是等角图的缺点会变成这样子。好，再来换正视图，正视图我们先从这里就缺掉一个角嘛，先把它外观先画出来，所以这边等角线延伸过来是三格，这边切下来，再来换这里切到这边两格，这边是两格嘛，这里是两格，所以这条垂直线在这里，这条斜线还有这条 斜线看起来它这个斜面实际上就跟这一条线是平行的，重叠的啦，所以这三视图就是像这样子，正视图，再来右侧视图，我们可以先把这一个先画出来嘛，两格，这一格，这两格，这里再三格，垂直下来，好，换这里，这边先看这一个三两格，下来。所以这边是切掉一个角嘛，刚才有讲过，这边一样切掉一个角，好，所以这个三角形在这里，这个三角形在这里，这个三角形是长，实际上是长成这样，这个面跟这个重叠，所以这就是这个答案。